全境的方向，全新打造纯电概念休旅 QX Inspiration 与 QX Inspiration 代表着 Infinity 的未来蓝图。 QX Inspiration 为电动化时代所量身打造的运动轿跑概念作品，而 QX Inspiration 为品牌首款的纯电概念休旅，首次于底特律车展登场就获得了最佳概念车及最佳内装的设计奖项。 Infinity Taiwan 呢，今年特别把概念车空运来台了，抢先的要让车迷朋友们呢一睹它的风采。所以现在要为大家介绍的，把目光移到我们的舞台中央，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Infinity QX Inspiration。 展新面貌，荣获2019北美国际车展 Eyes on Design 的设计大奖之最佳概念车、最佳内装设计、色彩图形材料创新运用等三大荣誉奖项。外观上， 将日式文化与建筑工艺融入到造车理念，简洁利落又富有变化的板件轮廓，创造了视觉上的艺术张力。优雅的车身设计源自于日式的折纸艺术，色彩灵感来自于日本的漆器和陶瓷作品。 QX Inspiration 搭载全新开发的电动车底盘平台，结合了轴距2850公里的优势，打造有如豪华休息室般的车内空间。 车门采对开式设计，拥有宽敞的出入空间，木质百叶窗的设计的车顶，透过光影交织出温暖的迎宾氛围。中央安座以棕色的皮革与大理石包覆，一路延伸至前座方向盘，以柔软皮革包覆搭配抛光处理的金色宽荧幕显示器，尽显未来的智能科技。手工打造的车室巧妙的将日本传统工匠技艺与现代 化高科技结合，成功的塑造出和风的细腻与感性。 QX Inspiration 当汽车从不永不止息，未来呢将以电能科技无畏的挑战前行。